最新的，你买的电瓶子的，啊，我填上几把节，填那个填把节填了，然后我再当初高度我啊，最后我填那个高度的，啊，你家那个你洗电瓶子，我来关照这灯来嘞，哦，就你那个掩盖壁哈，啊，关照这灯来，啊，别可能不盖掩盖壁，哦，啊，喂，那边来去盖掩盖壁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你这所在啊，咱两个工地。每个人的意见啊，啊，好爱讲这典故呢，嘛就是讲这个香言禅，香言啊禅师啦吼，那么呢，伊来啊啊拜这个雨山哦禅师嘛，哦来拜伊做的，那么呢，伊拜这个雨山禅师呢，经过三关，啊，经过三关，啊，这三关内底。伊要得着啊，所以讲咧，一件香影禅师就甲这尾山禅师讲啊，你直接甲我讲好啦，你直接甲我讲好。但是这个啊，这个啥咧？这尾山禅师讲尾山，我若安尼甲你讲咧，你以后会反弹个。啊，所以因为安尼了后咧，啊，这个香影禅师伊就离开了这个啊，这个尾山禅师。啊！离开去了后呢，我爱一个啊，沿路哦，啊，沿路呢啊，经过了着啊，这个一段时几天过，啊，有一天呢，伊拄好去经过了着一阵这个时，啊，这个时间呢啊，破破烂烂，哦，啊，所以伊看这个唔甘，哦，啊，唔甘呢，伊就留落来，哦，要来，哦，要来兴建这阵的这个时。一个老的来，啊，阿个用心来建立的这个，那阿咧咧经过了的啊，归单位有一天咧，伊讲伊阿咧打扫，咧扫涂骹，啊扫涂骹的时阵咧，刚好一块块那个公仔阿机啊，哦啊伊捡起拢个蛋鱼的时阵，拄好蛋鱼一个劈一个，伊讲伊当下顿悟。啊，安尼安怎顿悟？哦，这意境足深嘞！哦，我嘛也想，个人讲，啊，直接甲恁点一下，恁就是顿悟啊！啊，伊收过来单哦，啊，收到讲安尼，取一块砖仔去啊，弹起去，弹起一个滴个声，劈起，我安尼顿悟，啊，我安尼顿悟。啊，所以讲嘞，这你叫我去甲伊讲这所以然，我可能啊讲讲不出一个所。讲为虾米讲哦？啊，等一块迄落叶皮啊，吼，啊，扩一个讲伊去滚。所以呢，伊唔当有即句讲哦，一击动无所依啦，永不加羞耻啦，一击忘所知，更无假羞耻啦。讲诶，伊即句呐，较简单来讲咧，讲哦，伊当下伊若得着，伊就是伊得着迄个当下起步顿悟的当下而已。你若顿悟啊，太虚，顿悟嘛没虚，所以较早是讲虚点哦，点后呢，他无法度达到顿悟。哦，啊，当然，迄个做出改变呢，已经以当下呢，无法度顿悟，啊，为是无啦，差点悟不易解，所以伊来拜六祖了后呢，哦，达祖呢，因为易解来看起来，哦，伊就脱了。哦，因为迄个人来见证的，其实他也没办法体悟嘛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伊这所在，哦，伊讲迄个等于劈一个当下，哦，讲吼一即忘所知，哦，那么也就是讲这个理，哦，没有能听的我，以及所听的声音存在。就是讲吼，无有我能我所，以当下它是非然千见的，迄个啥呢？迄个觉知啊，迄个觉知啊，哦，或是讲安尼，大家来听，因或是我都来阐述讲吼，到底迄个劈一个产生这一种的功用。
把你当地大家想看嘛。啊，那唔好有谈这个课，比较后边咱再来分享一下。哦，安尼吼，可能会帮助大家记录的。哦，啊是我伊咧讲个讲法，没有能听的佛及所听的声音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应该就是咧讲觉性、觉性去很了解它的本体是清净的。哦，啊，那是讲有迄点点滴滴的，那都是堕入的一个事情。哦，所以讲呢，以堕入的来对，唔在讲里头啊，吼，就讲烟它，哦，烟它吸入本心，电入本性嘛，烟下很重要。哦，懂啊？啊，那是这个，哦，这个啊，这个香莲禅师等于扩起来，随起体悟，体悟就讲平安当下，当下啦，吼。啊，唔过就爱连衣就到遐个，啊，无你就在遐等等等过来，然后接下接下，咱嘛唔知影，对无？但是伊咧收那咧几十单，哦，体会袂到。伊讲当时那些为三三四甲讲个，感觉袂到。但你讲了，你去到五百，你嘛体会袂到啦。但是安尼，唔是甲你讲吼，你就讲恍然大悟个。你若唔是讲已经插咧灵魂一角。真正嘛无办法啦，唔是讲甲你讲无自然，啊，不然就变得啊。哦，那依我发觉，我感觉，因为咱不知所以然嘛。虽然耶稣甲你讲，咱无办法肯定，因为咱意境无够。真正咧，哦，啊，你若意境无够遐个，不破，当下来变那是破的微笑，破不中已经得到。生死门户，查查呢？所以讲呢，啊，直接说来，五大功夫，咱去练它，不断，啊，啊，特别学习，嘛，就或许你家己会感觉讲，哦、啊，我虽然修炼一技，但是我还不能肯定，哦、啊，啊，你透过了学习了，你敢有慢慢去肯定你所学得到？然后，哦，佛法是好爱时阵，点了点，哦，啊，那么慢慢经过道中，那么烟雨了后呢，各做出代志，经过烟雨了后，让来印证咱一个一个一个都是真的对，哎，慢慢咱生活有一个概念，啊，那么吼，点了那点，门就开啊，但是咱慢慢。啊，敢有开？哦，嗯，是啊，我那里报名，哦，登记的时阵，有一个当下个印象就是登记当下，啊，安尼若无开，敢有法度来？哦，孝不停身，多不停身，哦，无法度正道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啊，这个啊，见性也于当下，哦，因为言语道话。你若讲有像作者像这个心性大师呢，伊为了要做实修，咱讲为心性大师无个，你肯修伊讲讲讲个犯大吼，伊也肯袂出。天地之了，伊个个想讲吼，迄个感应讲我是为了所为个，哦，啊若是为了所为个吼，伊个哦，安尼就是修行人安尼，哦，所以伊个其他十个无个，啊，迄个十数个有。达做了吼，伊讲一句话，了甲去哦去厨房泡茶打杯，甲伊受啊，故作三家如是不见人言，是十天中定之因所住一心一心来印证之后，伊当下顿悟了嘛。所以讲，其他人也不晓得这样嘛，对不？哦，啊，所以讲当下就是。念念自见，哦，念念自见，自见是主性，主性也。念念自见，也就是讲，哦，当一个如不动的良知良言的一个佛性，哦，啊，但是如果咱进入这个体，有这个体的了解，有因当了解这个性，哦，那么有因一稳稳住清净的。不是亲戚吗？哦，你有需要，我来我进屋，你看几点？你有你看几点？哦，
以这个啊应对时间，以这个世间来讲，它是一个正常的应对，只是讲因为咱世间啦，哦，所以讲呢，看嘛去看的，该看啊嘛看的，不该看。那么为什么会安尼？哦，因为咱被哦色相把咱迷住，所以咱一定是不清楚。如果你是讲六根清净的当下，当然你把诸有你看是正常，哦，但是不是要让你有偏离的，哦啊，所以讲呢，当你在这个住场当中，哦，行住坐卧的当中，你所看到、所听到的当下，如果你是念念自见，你就会生色心，你生色心就没有对待，就没有好。啊，那安尼敢有时机？无时机啊！你看到你知影好到歹，对到唔对个，你看起来才好，但是我不为所动，那是你的事，不是我的事。那安尼以后，安意见就哦，所以呢，或许就是在学习这个哦，因为看到甲听到哦，拢一个会不自在哦，啊，你安怎会不自在？哦，无该就对啦。所以讲呢，啊，万法菩提达到万法菩提，就是讲你的所见所闻，啊，凡能够看得到、听得到、接触得到的菩提，那无疑离你的心。你的心如何去应对？那么你的心用什么心？就是用你的心，用你的佛心去应对，这样就不会，啊，你生出点烦恼、痛苦，就不会坠落。生死啊，所以讲你金刚经来讲，一切万法皆从心生，但是哦，当然万法皆从心生，心生有好甲歹嘛，啊，有了的一切就是从心生。所以我唔单止讲哦，伫世间来讲，人讲会看较会，会看较会，会较偏偏啦，看较会会是心，伊的心哦，他的心比较开阔，比较达观嘛。所以每公五年一个修持就有障碍，哦，万条颠倒。但是为人的偏偏一个人来讲，伊无达观，无豁达的命，伊修法也等等，就底下咧跨不过来。啊，偏偏一个人为什么心态差？当然心境不一样，哦，心性用刚用功夫不一样，你下的功夫不一样，哦，你的正知。啊，所以讲咧，咱就是要安怎转变你的心念。所以伫五教经典内底，哦，来讲刚硬不离心，怕离不离量，没有离开心。五教经典内底无讲无离为用的一个心，因为互咱了解这个心，你有法度去调摄你的心，做你生命的主人。这块这块没关系，对吧？包括没有关系。安尼的话，你就袂有对待的心。所以讲一切天道，也甲是咱心所生。啊，咱今日去修行，就是要真正达到。所以心无所生，法无所在，无所在，障碍就不会有啊，就不会有。所以咱今日比咧，都唔是做，都唔是讲你。你的心啊，有迄个心，无论讲是好甲歹，都会无所在。咱定咧比咧讲，我今仔用的是千万，当然是实在。你然后因着对付你。哦，无啦，是比咧啦，是比咧啦吼，到尾效果都好啊。哦，啊，但是讲修行人，我拢袂叫我这样讲话咧。啊，下到袂当然这两根树叶啦吼。哦，我着。讲交公司嘛，交边啊嘛，啊，迄个大富人家的迄个亲嘛，啊，迄个小天干，谈的，嗯，贵气死，都袂晓呼吸，啊，即时当然在这个空间，我无法度，但是我拢改变，即世人就是在这干嘛，啊，袂安怎，哦，嘛袂安怎是啦，啊，唔孤单只有一道，我讲你得着，啊，花钱咱真个。后盖若无小心无等，啊，后世人看会较好过，安尼啦，我咧看，大
小天家己哦，笑到要死，安尼哦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啊，这所在呢，啊，那边大家换法，办法，因为要成就千金的，所以讲呢，就是要下功夫，一斤一切斤啊，哦，那么讲呢，一斤来讲呢，哦，绝对的真理，以华严中讲一斤的话解，哦，你微心中呢，大家恭喜，信义天台宗教公司发的实效。啊，都无你比较的这个助信，所以一斤的彻悟助信已到。啊，一斤彻悟，啊，万物一体的，也不会一体吗？对吧？就是安尼，愈来愈方便，愈来愈简单，爱卡深啦。不辛苦，辛苦辛苦。哦哦哦。空气流通了吗？那个循环它好，它的功用它好，诶，一定体的功用它好。空气不可能。哦、所以说啊，来的有一斤呐、啊，一斤的福袋，一斤的福袋，咱讲物有一体嘛，物有一体。啊，为啥讲物有一体？因为咱的根拢来自于心上，是分出一个无同的形体，啊，分出一个无同的形体。所以说，看一个面，一个物件，拢总是得它孕育无同。所以讲呢，这是一斤啊。所以讲你讲祖先嘛，是讲德嘛，你讲咱的祖先嘛，是你讲福嘛，是你讲喜嘛，是你讲精灵啊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咱讲德里对，你看这个是德，它孕育了啦，感情。哦，不过要德的孕育就没有现象这个一切。哦，即使讲已经德里现象这样，它就有消长之力。因为真理它是绝对的。啊，真理实相就是无相，看袂见。啊，看会见的东西也是相，是体的用，是体的用，一人体的用，它就有三类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唔过呢，这种东西来自于了解伊的哦道义语。哦，一斤呐、啊，哈、哦，一斤，哦，一切斤，哦，能够以斤治治气，气气皆斤呐、啊。哦，两两足干。哦，两两主见性，一切该以虚空。哦，就是讲咱的念念，拢总是如如，哦，都是率性的，都是依有良知、良理、良人去发端的。那么这一切，哦，的自然离不了的这虚空。离不虚空就是它的实际嘛。哦，按哪里就是你的心了。你用心分析的用心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你这所在，啊，一斤一切斤啊，吼，反定主如如如如，它是不动，平等无二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啊，秉众生心，行秉定心的时候，因为众生道恶的恶意，一言是平等无二，它就是。好，所以说的分一起如如不动的，它是没有对待的。所以如如满的邪功不动，它是平等不二。好，那么呢，不生颠倒分别的自性一的这个境界，哦，反见如如，哦，也是讲哦，当下里面，哦，你看所听所闻呢，哦，不生颠倒分别，都是处在自性的意见。了了分明，哦，不是无作用，不是不知哦，不是不听到哦，因为我们起作用。那么你这动它来对，就是你自信的意见，有率性，哦，安尼呢，啊，就是啊，这个万境如如，万境的是讲，即使世间一直在变化，无论因变化如何，都是一样的。
所以讲咧万物一体，万物一体，人我一体嘛。千江有月千江夜，千江有水千江月嘛。千江之水千江月，啊，这个月来讲咧，够有十一个。美国有月，咱台湾嘛有月咧，啊，够有十一个，啊，是比较大。啊，那个活性，活性以所有物，它是同一个圆环呐，所以说呢，你这里说在，咱我讲慢慢的进入到主体的那一种意见，不能主到什么，不能主你上面经验，如果一旦安内回，那当然，就 OK 嘛，我到遮好啦，若你讲话，大家无迄个无分享的机会，到这所在，后壁遐呢，或许十二要出国，佫过曾经理嘛，应该袂来啦，目前也着移到台湾，可能有当地的时阵，可能要使啦，可以办啥个问题？可以办或许。我十二啊，八月到出门。八月二十二哦。目前你第一等。曾经理等。23，不过目前你多少等？因为你们那边人在吗？你家己看啦，你看，别家己讲哦，到尾就要开始。袂啦，到时要甲讲啦。是讲伊现在拢有法当生花啦，啊，毋是你爱甲伊甲讲个，对。爱伊甲讲个，慢慢甲讲，慢慢甲讲，讲伊，伊会唔知影，到年底即马，伊甲即个工会交代伊，交代互人讲，讲伊要甲讲。你们到这里说在，咱各位浅浅，跟大家踊跃啦，来，阿萨，可我跟你讲一点分享，我准备先分享。